一定是不是陈子君的孩子呀？不敢乱动，不要提乱说，提乱说。你挂的这么高啊，真是不像话！让开，给让开！把它拿下来，我上不去啊。还留了张字条呢。老板名叫朱国贤，用了小工不给钱，拿你烧饼50个。再见，再见，再再见。哎呦，你看就看吧，哎，还念出来。这么说，这3个小把戏还是小徐四军喽？哎呀，这话只能放在肚子里。不能说出来，要让鬼子知道了，我们全家的命都没了。好了，这50只烧饼呢，分成3份，我16只，你们每个人各17只。你是团长，你应该多拿一点儿。嗯，哎呀，论功行赏，你们两个这次功劳比我大，所以应该多拿一些。可是这个，哎呀，什么可是不可是，这叫做服从命令，懂不懂？能。哎，是。快，站住！在那边的，快跟上！快，鬼子来了，立即改变计划。怎么改变？哎，这样，我们兵分2路跑，我负责把鬼子引开，你们两个先到朵田村的王德厚家中去躲一阵子。
等我找到了新四军，再来接你们两个。那你太危险了。没事，我水性好。哦，对了，你把这把枪带到王大伯家里去藏起来。还有，记住了，在路上千万不能露出来，知道吗？嗯。哎，这个烧饼啊，你们全带走。这可不行。哎呀，待会儿往水里一跳，大饼全泡汤了，还有什么用啊？快整理呀！哦哦哦，走。团长，快走！你们从小路走，快走！救命啊！出来，走吧。快点！太君，那边跟上！快！快就在前面，那边那边，快快跟上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太君，不能开枪啊，得抓活的，打死他到哪儿去找药啊？趴下！太君，派几个人从那边绕过去。嗯，啊，这个地方我熟啊，那儿有个河岔，只要这个小新四军不跳到河里去，他还能飞到天上去。哟西，你得带他们到那边去，我得到河那边堵住。好，来，快，哎，快！小海，看你往哪里跑！追！站住！小兔崽子，这回你跑不了了吧？三个指头捏田螺，稳拿！听着，乖乖的跟我回去，把药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剥你一层皮！站住！站住！不许跑！站住！兔崽子，我谅你也翻不出我的手掌，老子我今天非要亲自抓到你不可！兔崽子，你上墙也没有用啊，这回你跑不了了吧？我叫你跳！哎呀，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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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站那边！八嘎！走！八嘎路！哎呦呦！我的屁股！哎呦！你的，死了死了的。